洛之離。好啦，嚟到第四 part 啦，唔系你可以继续讲嘢，我哋好 free 噶。唔系我想讲咧，即系日本咧，其实真系有时咧，买一啲贵嘅嘢去买一啲嘢咧，其实你到头你又觉得唔系真系特别好食，就真嘅。但有啲咧，你俾咗咁嘅价钱咧，又觉得就真系好好食，即系好极端嘅。我觉得，即系呢个又系其实唔系净系讨日本啦，我觉得可能应该全世界都系咁啦吓。我觉得啦，系咪？因为就算香港你去到啲买啲贵茶地方买完啲贵茶咧，你觉得系麻麻地嘅。但你飲啲所謂下難少少咧，又幾好飲喎。所以呢個點即係其實究竟係咪每一個人嘅取態唔同啊？定係其實有啲人都係擺明坤嘢咧？即係擺明坤啦。喂，講真，即係譬如你出街食飯個 food course 咁樣，即係個食品嘅價錢咁，你好少可係相差十倍啊嘛。係。但係你食嘢真係俾錢個食客。你可以吃到一餐相差十倍的價錢，是那你就明白了。即譬如我買一塊牛肉可能50元的，都不是便宜啦，但你買同一個份量去到500元其實又不會的，即是同一個份量啊，不是 你再少一份量啊， 是同一塊這樣的尺寸，其實那個價錢呢大部分譬如菜這樣你更加難啊，牛肉都還可以慢慢地貼到十倍，但是你不是吃牛肉的話呢，其實所有的食材呢其實很少可去到十倍。但是你這個說法呢令我想起一件事。話說呢大概3年前左右在香港某一個尖沙咀的商場的某一層頂都未頂的，即是很高層的一間餐廳。那我就約了一個我很老友，即是我真的老友啦，即是這些真的老友。絕了交的。叫親老友絕交。不是真的老友。我同你都是這些名字。不是你聽我的老友真的老友。那我就真的約他，我喂我 你陪我吃一餐飯啦。那呢他上到來那間餐廳，你可以幻想一下那間是一間很高級的日本餐廳。OK。但当时我就话，我想试下佢点巴闭 ，just that's it。我话，因为我见到我曾经有个朋友去上面食，就话好好食。但我而家唔开得名，我咪后话俾你听，嗰个系边个？因为系一个名人嚟嘅，所以我唔可以。我同埋好想知间餐厅叫咩名？唔系你应该唔系都冇意思嘅。点解咧？我应该咁嚟嘅。因为嗰个名人咧就曾经讲嘅好食，而我系私底下我 message 过佢，我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真系咪真系好食？佢话好好食。OK， 咁於是乎咧，我就上咗去，我就約咗我呢個老友，即係20多年嘅老友。我話你陪我食得噶啦，我話我今餐你陪我食。而個問題就係、是，我講到明，我話我請你食嘅。OK， 因為我想揾個，因為我唔想一條友去食一啲，即係又叫得唔多啦。第二就係好似好怪咁啦。我上到去，我就叫咗個雙人套餐，嚇係一個食貴價日本嘢嘅一個 serve 嚟嘅，有啲炸物啦，有啲魚啦。有啲壽司啦，有啲魚生啦。其實當時咧，我最喺我嘅心目中咧就係，我想試佢啲靚嘅菜啦，同埋佢有一個所謂最出名，同埋可以話係冚低日本嘅水浸豆腐。OK， 但係最慘的一樣嘢係咩呢？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好食豆腐嘅人嚟嘅，同埋我喺日本係任何城市我都試曬唔同類型嘅豆腐，我係一個豆腐迷嚟嘅。所以當香港有一間話，將個豆腐標榜成一個咁高姿態嘅咧，我就要食啦。咁我就嚟到我 friend 嚟到啦，當然我 friend 其實唔係好知頭唔知路嘅，我就話：，誒，我哋試呢個套餐嘅啦。當然咧，佢開頭我原本想叫嘅時候，佢捉一捉住我，佢唔敢出聲啊，佢捉住我，佢指住嗰個餐牌嘅底，佢話：你知個價錢個？幾錢咧個豆腐？唔係啊，即係嗰一 set 咧，我哋兩個人食咧，大概係4500埋單啦。两个人是不饱的，是讲的是食没开酒。没开酒。是不饱的，是真的食的色和食 elegant 的，还有个味道他说是拍得住日本最矜贵嘛。所以我朋友是阻了我的。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不用阻我，我知价钱的。我不是不知价钱的。我比他试一下点巴闭啫。好啦。食完我告诉你，那一餐第一那个餐厅呢，嗰間餐廳我應該坐到100人到啦，我見到3台啫。
咁我唔可以话当日冇人食嘅，可能唔系 peak hour 啦，系咪？好啦，之后咧个礼貌好好 ，serve 好好，我食咗啲嘢咧，例如嗰啲就算系寿司啊、鱼啊、炸物啊，我觉得其实系 OK 啊。不过我想讲嘅就系 OK， 但系而家讲吓，但系我而家讲嘅十倍价钱喎吓，我而家讲十倍价钱喎，我 OK 啊，好啦，豆腐嚟咯吓，主打啦，一嚟到。咦，百福嘅咁，未去到咁嘅地步，但系你都唔好虾我，因为点解咧？我香港喺日本买到嘅日本嘅豆腐我都食过晒噶啦，好啦，韩国我都试埋噶啦，我真系豆腐精嚟嘅，好啦，突然间你浸咗啲热水度捞两捞，夹啲葱之后，我自己摆上嚟，我心谂，喂，你呢个豆腐真系唔可以收我十倍价钱喎、啊，讲紧嗱，第一豆腐系下难嘢，第二。你真的收緊我十倍價錢喎，甚至唔止十倍價錢喎，呢個豆腐嚟嘅喎，咁我就覺得唔係好對路，唔對路。如果咁，咁我就食完之後咧，當然啦，我 friend 冇嘢，因為唔係佢買單，因為我買單啫嘛。咁我 friend 都話：喂，其實普通話係啊，我都覺得我失望。咁之後咧，我就以後我都唔食啦。而呢間嘢咧，就喺大概我食完之后过一年之后多啲咧，就执埋啦。咁都好啲。系啦，执埋啦。但我想讲嘅就系，我有两个奇怪嘅地方。第一个地方就系、是，因为同我讲话好食嗰个人咧，系食家嚟嘅。唔系食家，不过佢系会周围食嘅人。但系个问题系，我就算我 personal 问佢，佢都话好食，我就觉得有少少奇怪啦吓。因为一咪后话俾你系边个啦。但系第二样嘢，其实呢间铺头开嘅老板咧系一个名人嚟嘅。一个麦后讲俾人听边个？但系你一个咁大嘅名人，佢都系我谂系为咗理想开一间咁嘅餐厅嘅咋？你冇理由搞我自己档摊噶嘛？即系呢个我睇唔明啊！我其实二千几蚊就应该都可以。四千几蚊啊 ，sorry。唔系即系二千几蚊人头嘛？你话啊系啊，冇错啦，二千几蚊人头应该都。够食好嘢嘅 ，exactly。你几耐之前去食先？咪三年前咯。三年前应该食到几？系啊，所以我好失望啊，大佬，你知道我唔系时食到咁贵嘢噶嘛？咁我唔系啊，我真系笑晒个，我真系除咗陈云海之外，呢度人全部喺度。唔系啊，我真系唔系，我平时屋企煮公仔面嘅咋，你哋成日都睇错。你饮咩水啊？平时？咩水嘅话？咩先？咩水先？即系平时饮啲瓶装水啦。呢啲唔好讲啦，呢啲。唔系因为我啲糖瘤啊，啲水污糟。你饮咩边只牌子先？几只牌子都饮。最主要嗰只咧？唔好理啦。夫子啊嘛。夫子我唔饮嘅喎，夫子因为你之前话饮夫子啊嘛。之前啫，后来我睇咗个纪录片，我唔饮。咁依家咧？唔好理啦。都唔系 P 字头嘅啦。我几只都有。P 字头系我哋其实都有 budget 噶，嗰时同你出去拍嘢咧，你唯一个名人咧，系你唯一个名人咧，系不能饮其他啲胶樽装水咯，一定系玻璃樽水咯。我完全唔记得呢件事添。同埋会嫌弃某啲便利店嗰个雪柜唔够冻咯。系啊，唔记得咗呢件事添。唔系你出面拍嘢咁辛苦，平均都起码16蚊一支嘅。唔系你拍咁我哋 crew 饮嗰啲咧就系即系5个几。一支咯，嗱大支啲。个故事系咁喎，嗱五个几，只要加10蚊就可以饮到法国嘅矿泉水。喂，你同嗰啲做紧麦当劳嗰啲做紧 seven 嗰啲讲，喂你加10蚊就饮到啲好水啦。系咯，你死咁多事，三笑。我都好嬲，点解麦当劳冇卖 Perrier 噶？我真系嬲噶，大佬。喂。我当年啊，又差少少啊！我当年啊，2001年啊，对唔住，2003年啊，14年前啊，当年我同班 friend 去边啊？去埃塞俄比亚。嗯，埃塞俄比亚嘛，系咪先？咁啊，梗系惊啲水有问题啦，系嘛？咁啊，特登要去到最贵价嘅商业区，入到去睇下啲咩水买啦，系嘛？成箱要买翻 ready 噶嘛，大佬。嗱，呢啲唔关我事啦。嗱，埃塞俄比亚系咪惊啲先？
系咪惊啲水唔干净先？系、嗯、嘛？所以一定要买伊字头嗰个品牌嘅水噶嘛？系咪先？但系当然咧，我当时而家谂翻转头都好恐怖嘅。有回收胶樽嘅？唔系啊，嗰、那个 point 唔系呢样。回收玻璃樽嘅。而家谂翻转头好恐怖嘅，因为点解咧？当年我仲记得去到买嗱埃塞俄比亚，即系相对其实系剥削紧佢哋噶。我买一樽矿泉水嘅就剥削紧佢哋噶，我明嘅。但我又唔系好够胆饮当地啲水，佢当地有品牌嘅，啊，佢政府有出嘅，其实 OK。伊字头嗰个法国噶嘛？矿泉水嚟嘅，唔系玻璃樽，系胶樽嚟嘅。我仲记得50几-60蚊港纸一樽，即系好恐怖，我真系觉得。而家谂翻转头就系、是、嗱，其实好明显就系、是、运费系一个剥削啦。嗯，当地人系买唔起啊，仲剥削啦。你边啲人去买呢就应该可能我估啦，当时应该大使馆啲人啊，机卡卡，佢就肯 mark 高个价钱。你諗下，個法國去埃塞俄比亞好近嘅啫，講真。過個海啊！過個海嘅啫，喂，隔離已經係過少少就係阿爾及利亞買伊字頭個品牌平好多，因為我去過阿爾及利亞，我有買到噶。阿爾及利亞買 Perrier 好平噶咋？平得過香港啲 seven 啊？平過香港 seven 喎。真係喎，所以你諗下，同你拍嘢嘅 budget 幾貴？唔係，只不過係要坐的士同飲 Perrier 啫嘛，有幾難啫？係咪啊？唔係個個都係咁嘅咩？唔係啊！所以我唔拍矛盾係啱嘅。唔係頭先講咩？講到 Perrier 咁嘅，做成件事。唔記得啦。哇！拖到好遠啊！講頭先係講咩？頭先講緊係。食嘢啊，饮嘢啊，要听翻 playback。真系唔记得，算啦，由佢啦。喂，咁我食嘢，你去咗间日本餐厅食。啊，系啊，系啊，香港讲紧系啦。咁啊，翻翻去日本啦，我拖翻去日本啦。咁啊，于是乎咧，我就谂，你知京都都系出名食豆腐噶嘛？讲真，咁我原本想喺南山市嘅，但系因为嗰啲经历唔好，我就谂，我原本谂过，可唔可以再坐翻火车搵一日啊？因为我十日喺嗰度大把时间。坐翻火車去翻南山揾一間食豆腐嗰啲，有咩叫全豆腐宴嗰啲噶嘛？嗯，叫做咩京都食美膳啊嗰啲咩嘛？好啦，但我諗都係唔得啦，應該即係你南山係有問題嘅。有問題嗱，佢因為我就話點解我覺得香港或者台灣好多人唔知係咪收錢寫嘢嘅？咁其中有兩間咧，啲鋪頭個個係咁賺，咁啊食啲叫做湯。我想八卦埋一樣嘢先，香港人有冇賺咧？唔係就係啲 blog 係咁讚咯，即係叫湯葉料理啦，即係其實就豆腐啊、豆皮嗰啲咁樣。我頂啊！嗰個咩豆腐鍋嗰嚿豆腐，喂，百福嚟嘅啫喎，唔係即係我唔肯定佢係咪百福，但係食落去咧 ，texture 係嗰啲滑捋捋嘅程度啦，同埋冇味嘅程度咧，同埋冇渣嘅，冇渣嘅，冇我覺得冇渣係唔得嘅。冇錯，唔係正常，你真係京都山水豆腐，你冇渣已經困緊我。係啦，即係基本上困我。基本上如果你真係食到啲新鮮嘅豆腐，喂，講真，如果我喺超級市場買嗰啲幾蚊盒嗰啲，咁我唔會 expect 係有渣。但係喺京都超級市場買嘅京都當地豆腐係好食㗎嚇。我冇買到啦。你唔好喺鋪頭食。係啦，總之係即係中港台個個都喺度讚嗰幾間咧。就係、是、滑嘅啫喱冇味嘅嘢。係咯。Exactly。係咯，真係唔得。咁我就唔敢試 ，OK。咁我就諗住當時咧，我諗住去邊度咧，就係、是。好啦，个故事一阵间先讲个试咩啊？我就个你将个画镜头咧，好啦，而家用树头四围走就去到京都啦。我哋咧就要拍一个地方，就系、是、我要行一个，我行山啊！我去京都，真系行山啊！京都行山，冇错啦，我就谂住咧去行一个地方叫鞍马山，唔系马鞍山啊，系鞍马山。咁鞍馬山呢，第一就係、是、因為有啲當地嘅講法，就係嗰度啲楓葉好靚。事實上嗰度啲楓葉比南山靚好多，係好咩多，真係對唔住，鞍馬山真係正好多。同埋我哋有共同朋友去過嘛，我哋共同朋友就係我去京都嘅時候呢，有個小鮮肉 WhatsApp 我嘛。哦，啊、小鮮肉去。小鮮肉屬喪推介。係啦，小鮮肉喪推介。咁呢我就諗住，小鮮肉喪推介。係咪要登佢張相出嚟、啊、我唔知佢最啱尾點行法喎。咁呢我就諗都應該好嘅。點知好啦，我就坐火車啦，即係其實火車我開頭都驚驚地，因為個火車好細嘅，咁三卡定兩卡嗰啲咧，小火車，即係由市中心去到頂個位置轉咗，再坐小火車上到去。咁上到去咧，因為小火車人好逼，我就諗緊死啦！你唔好話俾我聽，嗰個鞍馬山都係人逼喎。好啦，但係咧一出到去已經好開心，因為咧原來咧好快
嗰廿零人散曬啦，即係咧完全你個嗰個環境係你冇錯啦，你望一出嚟咧，嗰個火車站就見到一個天狗像啦。咁佢一出嚟咧，就成個天狗像四圍啲山同埋樹咧，都已經係好靚嘅紅葉。佢個鼻好入。系啊，唔系天狗不嬲都系其实有异人嘅迹象噶。但系咧，我喺北海度小樽上过天狗山，个天狗像冇咁大个鼻啊。系冇咁大个。唔好理啦，喂，天狗某个程度上都系古时日本对于即系个呢个性器官朝拜嘅一种象征嚟嘅啫，我觉得。好啦，咁啊之后咧，我就猛咁喺度自拍啊、影相啊，就已经所有客都散晒啦。咁我就心谂，我喺因为我预咗咧，鞍马山咧。我係預咗 whole day 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以我嗰種 hea 法咧，我好清楚我性格，咁我就睇咗入呢個台灣嘅介紹，台灣就話俾人聽，你行鞍馬山咧，你要預鬆啲，你起碼預四個半鐘。嗱，台灣人話俾我聽四個半鐘，你就行六個咯。冇錯啦，我就預六個，咁我就大安子咧慢慢行，但係咧我係一出到火車站我已經停低啦，去揀咗間。一个阿婆，一个阿婆，得一个人，所有旧式嗰啲铺头咧，可能坐低我要食一碗炸猪扒滑蛋饭先啦。当然嗰个阿婆唔识就指住俾睇啦。但系当然佢又因为冇游客啊，得我一个。其实嗰个已经系 peak hour 嚟，个 peak season 嚟，但系因为嗰个地方远啊，冇乜人去。咁啊，整得又好鬼好食啦。咁啊，之后食完咧，慢慢啲 hea 啦，经过啲铺头，真系食两嚿饼啦，食两嚿串烧啦，下下就终于先去到嗰个山下边嗰个门。好啦，慢慢行，慢慢行，慢慢行。咁我想讲咧，就系、其实咧，如果睇鞍马山一啲台湾人嘅介绍咧，其实成个山咧就系咩咧，系一个好充满植物嘅山头嚟嘅。咁我好中意，因为我好中意植物噶嘛。我之前同你哋讲过啦，网友都讲过啦，就系、其实我细个系想做植物学家噶嘛，我系想种晒所有唔同嘅植物啦。跟住整死佢。唔系。你头先整样嘢俾我话，俾人养死嗰啲植物，你会唔高兴 ？No， 我唔介意你养死佢，我意思系，但系植物唔系死就生噶啦。你头先有一句噶，唔系死喺我手上就得噶啦，死喺你手上我会高兴。唔系，就算死喺我手上都冇所谓嘅，其实因为我屋企全部都系怼晒落嗰啲盆度试下，佢逼啲会死，干啲会死，定系点样会死？你植物是冇所谓的，但系植物咧系一个好令到我好快活的一个生物体嚟嘅。因为唔同类型的植物咧，我想试下搣开嗰啲纤维啊，啲类似好多呢啲细个中意玩嘅嘢嚟嘅。咁好啦，咁我就于是乎成个山咧，我就好 enjoy。点解咧？因为你沿途行咧，你见到好大量唔同嘅植物，好多蕨类嘅植物，同埋好多青苔，好大量唔同嘅青苔，好多大型杉树，好多古树。咁我好开心，一路行。一路摸下啲樹啊，摸下呢樣嗰樣啊咁樣，咁去到個中間個神社仔咧，個神社仔仲要係點咧？成棵樹杉咧，懟咗中間成巨木，成千年嗰啲巨木啊！之後咧，裏邊咧有啲神社嘅鋪頭仔，我中意買嗰啲啤麻嗰啲嘢嘛。咁甚至咧係有啲嗰啲杉木磨碎咗啊，代埋佢竹聖過之後就俾你啊，類似咁嘢。咁雖然我話我好偏向都中意神道教，但我唔係真係信徒啦，但我 enjoy 啦。好啦，又買呢樣買嗰樣，袋咗成身都係。咁但係已經其實係好 hea 噶啦，我係一路行，可能行半個鐘，又坐下飲下嘢，可能行半個鐘又坐下。好啦，咁咧嗰段咧我就好天真啦，因為我以為嗰啲山就係嗰啲山啦。其实嗰个唔系山嚟嘅，嗰个只不过系上紧去个庙嘅一啲石屎楼梯路啦，其实好舒服嘅，有啲弯路都好舒服嘅。好啦，咁啊上到去，仲有个茶室，啊饮杯茶啦，啊上到去个茶室饮完啦，就终于上到嗰个叫做鞍马寺，即系山顶上边不远处嘅鞍马寺。佢鞍马寺嘅隔篱咧有个休息室，个休息室咧喺嗰度咧，我就心里边有少少嬲，我真心嬲嘅。OK。台湾人写嘅旅游书叫我哋行鞍马山，第一那个地方靓，红叶又靓，同埋好多植物。好啦，因为植物呢个字就已经提起我个兴趣啦，系嘛？好啦，我行一大半上到鞍马山，你隔篱先有个旅游俾旅游客即系去坐嘅休息室，隔篱先原来贴晒好多海报，有中文有英文有日文。那个海报系咩呢？嗱，我已经行咗上去鞍马寺啦。我沿途我摸晒好多植物噶咯，我掂晒好多植物噶咯，我影晒好多植物，抱住棵树啊呢样嗰样噶咯。好啦，嗰、那个海报就系话警告警告，小心有毒植物，小心有毒植物。喂，你玩嘢啊？
你唔喺个山脚度铺出嚟，你喺个山上面铺出嚟。你有冇嗱？呢啲系一个意识形态嘅问题嚟嘅。你贴呢啲嘢嘅人，你点解贴喺个山上边咧？个山上面嗰啲有到咯，山脚都冇。咁植物唔会有 boundary 噶嘛？咁仲要咧，佢铺咗好多类型嘅植物啊！话嗱，呢只有毒，呢只有毒，呢只你掂晒喎，跟住我唔知啊，咩？仲要恐怖嘅就咧，有啲你话呢个有剧毒啦，佢有一只咧，仲要 check 嚟就话咧，你掂完之后咧，只手开始溃烂啦。仲有一个你话你掂完之后唔小心摆喺只眼度咧，只眼即刻会盲啦。大佬啊，你唔系而家警告我啊嘛？即系呢个好唔负责任嘅一个旅游设施嚟噶，我话俾你听，你山脚你哋贴晒，你喺个火车站你贴晒佢啦，系嘛？嗱，你大家公唔公平啊？你讲系咪有问题啊？其实咧，正常咧就好少一路行山一路摸啲植物嘅，有少少行山常识嘅朋友们，尤其是唔系喺境内自己熟嘅地头咧，就唔应该乱咁摸啲植物嘅。好似辣椒屙尿咩？未喂哇，咁咪冷崩鸠，系噶，真系唔可以周围屙噶。唔系啊，佢话摸到嗱嗰啲植物即系屙尿啊，就掂住嗰样嘢就开始崩溃啦嘛，都有机会噶。喂，但系好唔嗱，我都系觉得好唔负责任就系你喺山脚你要讲，我搭火车你要讲。其实嗰个常识嚟噶，陈生。我全世界我都摸植物噶，冇人警告我。全世界嘅行山人士都知你，可想而知你唔系行开山咯。即系可以，因为真嘅，即系我哋跟啲行山佬咧。行山咧，佢会话俾我哋知，你有啲咧，你唔好摸，诶，即系喺香港。我估我真系唔摸噶。唔系净系估噶，有啲山有啲植物咧，你睇落去差唔多样咧。譬如有一只咧，类似番薯叶嗰啲咧，佢有啲叶好似番薯嘅，咁叫假番薯。类似你摸咧，又会唔知手即系好痕啊！嗰啲嘛，嗰啲我明嘅。即系行山其实，但系你睇咧，即系你唔系嗰啲行山佬讲开咧，你唔知道。譬如佢有啲叶咧，佢一摘出嚟咧，我哋俾蚊咬到少少咧。佢跟住話：，你自己捽碎佢，敷落去啦，就會得啦。咁但係佢又會提你咧，你唔好亂咁似樣，你去捽落去，即係又唔知邊隻有毒。總之行山佬有好多呢啲咁嘅嘢。係，但係我始終我一個中意玩植物嘅人啊嘛。咁人哋幫你唔到喎。好啦，咁啊算啦，我嬲啦，我企喺個海報嬲咗好耐，我真心。冇搞錯，你咁樣唔再落我一集。喂，好啦，咁之后咧，隔篱咧仲有另一啲海报，佢啲海报又系都系嗰句啊，虽然因为嗰样嘢唔系挞着我啦，冇咁嬲啦，但系都嬲嘅就系佢警告我，警告话呢度有好多野生嘅马骝，佢话咧你唔好立乱喺度中途就走去自拍，会抢你嘅手机啊呢啲嘢，喂我成程喺度自拍噶，大佬，即系你唔好话俾听，又系上咗嗰个寺庙，你先同我讲有野生马骝，嗯，你玩嘢啊，即系嗱呢旅游局好唔负责任喎。咁都系上到馬騮山先有馬騮。咁你山腳，咁你山腳水塘有冇？咁你山腳要有啊！咁你山腳要講啦嘛，係咪先？好啦，嗱，但系唔緊要啦。好啦，咁我就算啦，我已經嬲完啦。好啦，咁我就坐低個平台。冇馬騮搞你啊！冇，咁嗰次冇，但系唔係你坐低喺個平台度咧，咁我就算啦，因為好舒服啊，因為冇乜遊客啊，當地遊客都少，成個地方都冇乜遊客。因為嗰個似乎一路行上去嗰、那個你去過鞍馬山未？唔係，我一路睇你一路講，我望，其實啲斜度都有可能上下辛苦。誒唔係，你聽我講埋先。我開頭上到去鞍馬山嗰時嘅斜度麻麻地辛苦嘅，啊，因為未講完嘅。OK， 冇乜遊客，好舒服。咁我就喺個平台度望到個山峦好靓啊！咁我又买咗少少嘢食喺度食饼啦，咁啊食食下就即刻想离开现场啦，因为咁巧啦，因为冇乜游客啊嘛，已经、嗯、又冇乜当地游客，又冇乜外国游客，又冇大陆人最好啦，系咪先？好啦，突然间真系天不该万不该，我隔篱嗰张凳咧个平台同样隔篱嗰张凳咧啊，我见到两个苏联人，但系咧啊俄罗斯人，但系咧嗰两个俄罗斯人走咗之后咧就坐落咗两公婆，香港人嚟嘅。佢唔嘈咪得咯，嘈。哦、oh, ，sorry。因为咧个女人俾你，哎呀喂啊，老公啊，要啲咩嘢帮我攞啊？哎呀，喂，带张饭嚟，哎，你好唔好食啊？咩？教快咗 speak 嘅。即系我隔篱心谂，哎呀，呢啲情况我真系唔可以。第一，我唔可以认自己系香港人先啦。第二就系点啊？我就系想享受一个咁宁静嘅鞍马山嘅一个远眺风景。呢两条茂，你可唔可以 stop it？ 可唔可以唔好嘈啊？即系你可以明两公婆，例如香港两公婆去旅行嗰啲嘈噶嘛？即系仲要系咧，喂，两公婆。嘈啊！即系临尾佢哋想走，我快啲走啦，心谂快啲走啦。即系佢哋话：，咩要你去厕所先啊？做咩？我真系想讲咧，即系有时咧系缘分嘅，真系冇得比嘅。你头先把声似 Donald 扮嘅声，系咩？我只系黄蜂嚟啫嘛，我扮阿尖啫嘛。
我发紧疯，你发嚟发去都系似当奴，我死啦！咁唔得掂喎，咁啊，咁我要做讲啲咩？我抵死我全家！阿余生会睇我噶我唔知道哦，我唔知道哦。好啦，咁啊，于是乎咧，咁啊，佢有啲指示牌嘅，因为咧，如果你睇嗰个旅游书咧，同埋小仙亦都介绍咧，就系话如果咧。由鞍馬山、鞍馬寺嗰度咧，係扮，因為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就是因為佢扮個井，整個森林咧，就會去到另一個隔離嘅鎮，就叫做龜船啦。哦，龜船嗰度正。係啦，龜船神社。咁、第一就係龜船嗰度啲人物都好靚啦，好舒服啦。第二就係、因為龜船嗰度有啲好 local 嘅餐廳，食到豆腐宴啊嘛。第二、第三就係成個森林區就係當年傳説就有啲天狗嘅聖地啊嘛。我呢啲中意妖怪嘅人，梗係想行下啦，係咪先？又話其中一個地方咧，就係當時嗰個牛藥丸咧，佢當年好出名嗰啲武士咧，就遇到天狗去教佢练剑噶嘛，咁啊上嗰啲咩树根嘅平原啊，类似咁嘅嘢，好啦，咁啊梗系行啦，系咪先？嗱，个台湾书我哋要四个半钟，我已经行咗四个半钟啦。我想问你系一个人行？一个人行，我系真揾命搏。系，唔系一个人行，但系我意思系话，我如果你叫我预四个半钟，其实我嗰日谂住预一日噶啦 ，OK， 我都行咗四个半钟喺个平台咯，咁我谂。我谂啊，好快就行咗过去啦，系咪？好啦，于是乎就冇我冇回头路啊，咁啊一路过埋嗰个宝藏殿，之后咧就继续行嗰啲山路，咁我就已经见到有啲人咧系对头嘅，即系喺嗰个龟船嗰边行过嚟嘅。咁嗰刻我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咧？日本行山有一样嘢好啊，早期我喺东京行山都遇到，而家冇啦，真系，因为行亲嗰啲山嘅人咧，即系99%都系日本人，真系，佢就会攞住少少嘅背囊，攞住啲士的。我又蠢嘅，因為原來佢喺出面有啲字的係可以自己攞嚟借，即係你山係唔使錢，咁咪山入面玩咁啊！但係我諗住自己行得啊嘛，啊，我以為冇行開山嘅人或者行得，係我比較高估咗自己啊！喂，大佬，我永遠難忘咧，係同你喺中環街市行上兩個街口嗰條斜路喺度扯蝦嘅大佬，兩個街口咋？鬼叫佢係斜路咩？都唔係呢樣嘢。第二係夏天啊嘛，好啦，嗰次我冬天啊嘛，京都好啦，咁我又冇攞到個支棍，我又好天真地咧，認為我唔使棍嘅，好啦。咁一路頭先講翻點解我開心咧，就係因為沿途對頭啲人一行過嚟咧，無論男女老少咧，佢都會當你係日本人嘅。佢都會突然間同你好客氣嘅，一對頭就會跟你笑啊，好開心嘅，即係日本人就係咁有禮貌嘅。跟住話，咁當時咧，我考慮咗幾樣嘢。第一樣話，我好唔好講翻 Konnichiwa 咧？因為好多人如果行過就講 Konnichiwa， 我好驚佢問我第二句咪死，我答唔到爹嘅咯。但唔講我冇禮貌喎，我冇嚟講 hello， 咁又好似好衰噶嘛。跟住咧咩？好啦，唔好理啦，見親都 Konnichiwa， 即係佢同我 Konnichiwa， 我係 Konnichiwa， 好啦。咁一路行一路行，开始觉得有少少唔对路，因为好攰，因为真系山路嚟嘅，真系山路嚟嘅。好啦，一路行又冇攞支叫 stick 啦，哇，真系好攰，仲要背囊啦，仲要喺个神社买咗好多嘢喺个背囊度啦。好啦，一行下仲买书喎，仲要啊吓，好攰喎。之后咧行到有一个位咧，就系、一个当时就系传说牛肉丸咧，就喺嗰度嘅练剑嘅地方，就全部啲。嗰啲樹根嘅地方，嗰度有個細細呢個廟仔，好細座嘅，即係好似 box 咁樣嘅，有啲告示牌，即係動咗一個指示嘅叫做又唔係叫路牌咧，即係叫做話俾你聽，嗱，去呢邊幾多公里，去嗰邊幾多公里咁樣類似咁嘢啦。咁突然動完之後咧，我突然間喺嗰刻已經行到啱啱嗰個位啫，我兩隻腳嘅大髀抽筋啦。哦，我真系我心里面觉得死咯，大髀抽筋。我想问你当时仲有冇租 WiFi 嗰啲嘢？冇，我谂住 hea 嘛，我唔谂住上网嘅，我冇谂住求救呢样嘢，我都冇喺我心里面出现过嘅。我好有自，我好有自信嘅，但系冇自知之明咯。冇错啦，选特首好多人都冇嘅。好啦，咁于是乎咧，咁我就心谂死啦，两只大腿抽筋。我个 memory flashback 得好紧要，点解咧？因为我人生有一次最恶劣嘅大腿抽筋咧，就系、中学，我唔记得系 form four 定 form three 啊，要考体育，因为喺个运动场跑十个圈就合格噶啦，除非你打篮球，但我唔识打篮球啊嘛，咁我就选择我跑十个圈，
跑完之后咧，我两只脚完全系控制唔到嘅抽筋。我又即系如果大家系我旧嘅 fans 都知，我姓租，我以前旧嘅观塘彩虹道嗰个校舍，我由嗰度一路行去彩虹地铁站，我系每行十步就自动抽一次，踎低踎咗喺地下。行十步摸到只地下，因为嗰阵时我真系尴尬到咧，我系控制唔到自己条筋嘅。最衰嗰阵时唔识你，诶侧边喺边度一路打气一路笑你。系啊，唔系你知唔知嗰阵时就死啦，即系你冇办法，你冇得条筋系冇办法去 recover 噶嘛，你可能要唞噶嘛。条筋系 recover 唔到嘅。系啊，你要唞噶嘛，好啦，我由嗰度由屋由学校。去到彩虹地铁站，我唔知踎咗几多千次咧，我真系唔记得啦。好啦，但系嗰阵时候，我喺鞍马山嘅森林之中，我心谂死啦！如果我呢度我踎，我嗰度都叫平路踎到喺地铁站啦。我而家山路喎、啊。好啦，我就望一望嗰个牌，吓、啊、佢就话啦，如果去翻嗰个鞍马寺咧，即系460几米。如果去向前行，我原本要的目的地咧，就系490几米。好啦，即系话我企喺中间。如果我翻转头460几米向前490几米，我都系多少少嘅啫。其实400几米又唔系多。但系山路，嗱，你听我讲埋先。山路，如果400几米对于一个已经行咗400几米嘅人嚟讲，行咗山路，同埋我觉得你误解咗佢400几米咧，唔系讲嗰个行嘅距离系嘛？我唔知啊，好少用400几米，通常系 K 啊，佢400几米可能系个高度啊，高度系咪啊？我唔知啊，总之嗱，当时我就考虑就系，总之我中间考虑就话，咁我翻转头又系同一轮差唔多，去又系同佢差唔多，好啦，但我话心谂我抽筋点咧？好啦，我话俾你听，我作为一个读社会学嘅人嚟讲，我玩咗一个心理游戏，成功咗嘅。啊，有两样嘢，第一样嘢，我系唔会攰嘅。唔系，我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决定向前行，同样差唔多嘅路数，我冇嚟翻转头噶。好啦，第二系我哋听网上有冇讲啊？系咪400几米嚟噶？呢个系去贵船千零米，系米咯嗬？佢真系写米咯，系咯。好啦，之后咧，第二样嘢咧，你知唔知我就即刻喺我个袋度咧揾咗个5 yen出嚟。5 yen 系代表有缘啊嘛，有缘啊嘛，日本嚟讲，我揾个有缘先，即系行嗰个牛肉丸嗰个庙塞落去，我就扣身。啊嗱，土地一样我话，我系因为大腿抽筋，我哋保护我大腿唔抽筋，直到行到去贵船神社。OK， 之后咧，我亦都同自己讲，我话。这个呢是一个心理现象来的。永远祈求心理信服呢，其实突然间个心理就会投射到心理的。好啦，我拍完祈完摆完个阴阳，我告诉你听，我在那一刻开始我没有抽筋。嗱好靓喎、啊。是你是你是哪个寺啊？我是这个鞍马寺。因为我 check 返呢应该行4K 左右。咁呢度要行到去呢度。环过嗰个山，即系当然里面啲路系咁样噶啦，咁啊行过个山，即系地阿 Rosa show 咗俾地图睇，好啦，咁于是乎咧，咁啊冇抽筋啊嘛，咁啊行啦，好啦，行到，如果你再放大个地图咧，你中间会见到一样嘢嘅就系咧，我终于行完嗰400几米啦，好啦。咁我见到，咦？点解我仲喺山上边嘅？嗱，好明显，我谂我唔系好识睇嗰啲路标啦，我唔系行惯山。好啦，我就喺个山上边咧，我就已经行完嗰490几噶啦，即系我总共已经行咗1000米嘅，即系如果劲正常，已经1公里啦，系咪？原来咧，我系行咗去一个地方叫魔王殿。你屋企？翻屋企真系冇嘢。佢澳宫啊，魔王殿。咁我就坐喺度，我心谂吓，原来我行咗1000米。先至去到个魔王殿啊！原来我唔识睇嘅，即系原来咧，佢讲嘅400几米咧系去个澳宫。系我咧已经行咗400几米咧，就系喺一个中间点。咁好啦，咁我即刻揾个路标啦，系嘛？我而家喺澳宫噶嘛，咁我仲要行多几多米我先落到山咧，系嘛？好啦，于是乎我一望系1000米嘅，咁我就企喺个澳宫度，我话：哎呀，点啊！我原来我行1000米先至行一半啊！咁我已经好焗啦，好攰啦。唔系啊，嗰个应该系高度嚟噶。嗰个高度嚟噶。因为1000米，我哋通常计咧，1000米。但系嗰个牌头先咁你写系，你觉得系高度嚟？可能系高度，我唔系好肯定。但系如果你话一计嗰个距离咧，如果我哋 hea 行啊，
行一千米平路咧，其實係講緊可能幾分鐘嘅啫。咦，今日應該冇咁近喎、啊。唔係一千米冇幾分，誒、等諗下先。唔係應該我哋如果行三 K 咧，就係、是、平時我哋行街嗰個速度嚟嘅。行行咩？一個鐘頭可以行三 K。咁所以你行一千米，你行咗幾耐咧？有冇兩個鐘？真係好攰嘅，我俾你聽。我哋行三千米咧，先係用一個鐘咯。咁即係可能嗰個係只不過高度指示。我唔知係咪，因為如果你話個 difference 係講緊300-400米度咯，即係可能你係咪要上山落山？上山落山，上山落山，上山落山有機會。同埋啲路係轉轉彎彎，轉轉彎彎，轉轉彎彎。所以你係唔止行咗一千米，一千米係好少。咁即係你吞河。你諗翻你嗰次話跑到嘔吐。雙腳抽筋咧，十個圈嗰次，十個圈啊嘛，兩個半圈啫嘛，一千米係。嗱，咁啊仲衰格嗱，證明你其實行得好怕街。唔係啊，同埋即係話京都啲指示真係有問題。喂，你都唔好呃我啊，大佬！我以為我到現場噶啦嘛。好啦，因為於是乎我就冇辦法啦，因為你翻轉頭一千啦，而家再前又一千，咁梗係向前啦。咁啊好啦，去，咁咧終於跨越咗個高山。终于在黄昏日落紧的时候呢，我就终于到了桂船神社了。就咁好，佢仲未闩门就冲入去桂船神社。因为点解我一定要去桂船神社呢？其实呢个系一个情意结嚟嘅。因为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桂船神社。我冇啊。OK， 呢啲行咁多山路唔会同阿妈去嘅。啱、啊，冇错，千祈唔好去。我自己想去嘅。但我情意结系点解呢？因为桂船神社呢就系、是、我喺90年代开始我日本呢，我有一个坏习惯。我一个好坏习惯，我就系去亲任何佛寺同埋神社咧，我都会买嗰啲 A 码、绘码、许愿板啊，即系写完嘢挂喺度之后就会俾啲和尚烧咗嘅。但系我系唔会嘅，我系会买一个许愿板，即系摆翻屋企，我系储嘅。我系一个储许愿板嘅傻佬 A 码挂。你点知净系储许愿？我知道，但系我系挂晒喺嗰度。你知唔知道？因为我储 A 码呢个故事咧，喺大概唔知道。六七年前啊，定八年前啊，十几年前我谂由咧博弈执笠之前嘅，就系、是、阿 Jack 嗰份杂志嚟访问我，就系、是、讲一个傻佬储 Emma 啊嘛，我将啲 Emma 铺晒喺个地下度俾佢影相噶嘛，啊唔知而家份杂志仲有冇记录翻呢样嘢啦吓，咁但系当然我一路储我系好 enjoy 储 Emma， 我唔知点解，但我好想储，咁原来咧，因为但系呢个文化唔系中国人传过去噶啦，佛教系中国人传过去，但系 Emma 呢个文化咧系道系地道嘅，好啦，原来咧。龟船神社就是创作 Emma 的一个发源地。Oh. 原来当年呢古时就是什么呢，古时就是那些贵族和那些皇室呢，当年啊就是因为呢如果你落大雨的时候呢，他就会在一个木板上画一只白色的马挂在个庙上面祈求晴天。如果是旱灾的时候呢，就会画一只黑色的马就挂在个秒到祈求落雨，所以点解叫绘马呢，是因为真系画一只马嘅。咁、所以我作为草绘马嘅人咧，我啱啱冲过去啦，买咗两个神社嘅 Emma， 再买埋其他嗰啲几嘢 Emma。咁咧，但系我个目标其实我嚟系买完 Emma， 探完呢个始作俑者 Emma 嘅发源地之后，我嚟食豆腐宴噶嘛，系嘛？我喺沿途见到一间咧，哇，喺个河边。好 elegant， 好舊式，好貴喎、啊，好貴噶，但系諗住試嘛，佢哋俾你去京都唔試啊？我去唔到嗰個位。唔係你下次你同你屋企人嚟試啊 ，OK 嘅，好啦。我媽行唔到啊。咁咧，我就諗住咧就去翻最盡頭嗰個桂船神社嘅山入邊嗰個奧宮啊，即係 original 嗰、那個，再翻出嚟啦。好啦，行咗入去，個天開始已經黑咗啦。黑完之後咧，行出去賴嘢啦。我一望原本頭先嗰間餐廳收咗工。我心谂六点几你收工，你有冇搞错？好早收系咯，喂，唔系啊，我以为你嗰条村系游客区啊嘛，但虽然冇乜游客啊嗰度，唔系夏天应该好啲嘅。系，我相信系，因为我嗰阵时都有即系我做即系夹搵行程嘅时候咧，都有睇过，因为佢咪有啲流水面喺度，摆张台喺上边。夏天先有嘅，咁夏天就但系都唔系晏嘅，开到黄昏就冇啊嘛。咁但系六点之前已经收咗，咁好啦，咁啊，正常啦，荒山野岭。系啊，唔系，仲要系咧，真系冇游客噶啦，全部系得我一个喺度行，同埋有见到啲当地嘅好 local 游客咧，系佢哋揸车嚟嘅，即系唔系我咧，准备仲要行去火车站嗰啲咧。好啦，咁啊行啦，死啦，收咗，咁啊沿途睇下仲有咩餐厅啦，差唔多绝大部分都收晒啦。
直到有一间系一间温泉旅馆，我就及到佢门口话有一间餐厅喺里边。我入到去，我问：哦，有冇得食啊？佢话有。啊，咁啊，除咗鞋啦，摆咗你 locker 啦，入到去啦，整间餐厅得我一个。哇，开心死啦！仲有 WiFi 偷添，之后就叫咗个豆腐宴。你玩 relax 嘅？唔系，咁但系我要即刻摆上 Facebook， 我咪话俾人听，我终于食到豆腐宴啊嘛！但系个问题系咁，嗰个豆腐宴咧，我真系想讲好食嘅。嗯。点解咧？第一，佢用嗰啲菜，即系当地菜，同埋佢有野菜。喂，京都食野菜最重要。第二就系嗰啲豆腐味，真系当地嗰啲真系山水豆腐，系有系有。叫做有渣有咬头有香，仲要真系俾个炉你烧烧，用啲葱去烧，同埋到啲菇啊，同埋葱去烧嗰啲豆腐。sorry 唔系烧啊，即系叫做滚啲豆腐。我成日觉得哇，呢餐系我咁多日喺京都最好食嗰餐啊！温泉酒店嚟，我唔记得个名啦，一间温泉酒店里边嘅。但系咧，我仲觉得开心嘅一样嘢系咩呢？就系、是因为佢冇人啊，其实。同埋咧，佢我谂佢可能个玩法就系佢好地道啊！我估佢如果温泉酒店就包两餐嗰啲嚟噶啦。但系我入边见唔到人啊！但系咧，我想钟数啊，六点到啦，可能已经系啲人未去食啦。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咧，其实佢好好嘅，佢咩咧？佢就系佢 set 晒所有嘢，摆晒所有之后咧，佢就所有人会撤离噶啦。即系佢连问你都唔会问噶啦，佢都讲到话买单，你自己行出去嗰度买噶啦，我完全冇人会再理你噶啦。咁我觉得好舒服啊，即系话一个好静好静嘅整个餐厅，即系隔篱就系嗰个河嘅流水，之后咧就系隔晒板，之后咧你自己就享受一餐豆腐宴。而嗰个感觉同如果我喺南山食咧，应该系相差太远啦。算啦，南山唔使食啊。所以嗱，我想劝大家，如果你要去食嘅话咧，去龟船神社。嗱，个 point 就系啦，既然我行咗成個過程啦，係咪？我滿足曬所有願望啦，係咪？當然我就食完之後就個天已經黑到咧。點走咧？嗱，冇錯啦，我背囊永遠有一個電筒，冇街燈嘅嗰條路，我就一路開住個電筒，因為有車對流啊嘛，我就係一路嗰度行去火車站，龜船火車站。我行咗大概九個字到啦，九個字，仲要中途有人維修路。我仲要避开啲工程车啊，其他嘢，即系行到嗰度，仲要等火车啊！即系，但你明唔明嗰感觉就系、是，但系冇游客咁啊，得我一个，几开心啊！成件事好啦，咁但系完咗啦。其实我 enjoy 嘅，成个过程我都好 enjoy 嘅。咁啊，翻到去酒店啦，我就 WhatsApp 小鲜肉啦。我话喂，其实好辛苦喎、啊，嗰座山行得。我、啊、你上次系咪行得好辛苦？好啦，小鲜肉就话。哦，系啊，我知好辛苦噶，所以上次咧，我系上到去之后咧，我搭车去咗，即系佢原来咧系调转我，即系我系调转咗嚟行，佢就上次系原来佢去咗贵船先，搭车去咗鞍马山，所以佢冇行咗嗰座山嘅。我话你咁，你又话嗰座山好靓，佢系啊，嗰座山好靓，但系我冇行到入边嗰座山啊。嗯，咁我算唔算俾人？困咧，抵啦，俾小鲜肉困。喂，但系嗱，不如咁，不如咁，如果系中意睇枫叶嘅咧，红叶嘅咧，其实我觉得咧，去行鞍马山之后，再早啲，唔好我咁，再早啲攀个山去到龟船神社，睇埋嗰边嘅枫叶，睇埋嗰边嗰啲神社庙啊、灯啊嗰啲，再喺嗰度搵间餐厅食完饭，再坐埋嗰啲叫做，因为佢唔知三个字定四个字，如果系六点几之前咧，系有巴士。再到你去火車站嘅，咁你就舒服好多嘅嚇，唔使好似我咁嘅 ，OK。咁但係我都 enjoy 嘅，即係我嗱，我試咗最傻嘅嘢啦，全部試曬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鞍馬山係靚嘅。我都覺得你講完之後撳上啲相咧，因為佢相對即係如果你中意有少少舊舊地嘅感覺咧，即係譬如佢啲紙咧唔係零立立啊，有少少青苔啊。冇錯。佢成條路咧，同埋有部分應該就唔係啲鋪好曬。冇錯，係石路啊，或者係爛路啊，係啦，即係佢有啲爛路。佢石屎路反而唔係太多啊，係早段多咋。所以後段應該係即係如果中意行。中意睇山嘅人，就算唔系红叶，我觉得都应该。OK， 所以我谂过嘅，我夏天应该再去多次。哇，你冇啦，咁热，你点行啊？我你带埋个挑夫，唔系车夫，咪一系咁咯。帮你挑啲水我净系去龟船神社食，即系嗰啲餐厅食嘢咯。佢嗰个千床料理可以好贵。系、哎、喎，系喎。
佢係夏天咧，佢係會搭個床，嗰啲隻床咧，好似有冷氣咁。係啦，買個誒嗰個。但係我覺得 overcharge 得好犀利，因為我都 check 嗰啲銀碼咧，食嗰啲嘢，我覺得。你知唔知幾多錢咧？我唔知喎，我冇 check 到。我之前睇過係唔會諗咯，即係佢食。即係講緊可能幾千蚊港紙啊，係咪？可能就咁人頭千零蚊啦，我記得。咁我 check 過，但係啲嘢食又唔係話。但是可能真的很新鮮喎，我吃了啲真的很新鮮。我不知道啊，即係唔係好肯定啦。咁我又覺得我食呢個價位，又好像可以吃好啲喎啲嘢。但係嗰度得呢啲餐廳嘅喎。係，我知道，即係一個人咪去試咯，同阿媽唔去你阿媽有冇聽節目㗎？冇㗎嗬。應該唔聽。好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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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嘅，下一拍啊。